听闻这个六少主才貌双全，毛病很多的。您怎么了呀？还挑食？我不吃葱，也不吃鸭肉，不吃菠菜，不吃油腻，不吃糖醋，还有什么东西是您不吃的呀？也没什么不吃的，都行。从今以后，我就帮你做工。 你就是我东家。为了我能顺利开府上朝，下一次内宴数堂考试，请你考第一。东家都开口说话，从今日起，头悬梁，锥刺股，一定拔得头筹。我发誓。你就让百福住这种屋子？少主做事就是周全。好像自从认识你之后，以前觉得难吃的东西都变得好吃了。咱们少主不吃虾仁。 我最近发现，陆少主这个人挺仗义的。默默深知那院女子不易，何必如此为难呢？这花插的，谁家插花放葱啊？这蔬菜也算是跟花草同类，也有几分野趣。咱们少主小时候日子过得苦啊。 所以很多事情能自己做就自己做了，多嘴。你是不是就故意引起毛家注意啊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干什么？你就是故意的。跟他待在一起，一起看书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种菜，我很安心。你真像我娘。 哎，自己擦吧。少主，您这是有话要说？少主其实心里啊，有您。你认我拿头筹，不是为了开府吧？我喜欢你。 少主不辞辛劳来这乡野之地，作为小薇的父亲，我想说，我不同意。